天行者的德古拉皮肤正式爆料，上线时间呢也已经确定。这期我们就用天行者的龙小皮肤实战排位挑战全程不用 CWW 也不用甩尾这两项技术，给大家欣赏一下天行者的强处的同时，一边来说说德古拉这款皮肤啊。那德古拉这款皮肤呢，其实是跟天使之羽一样，是一个系列的哈。从效果上看呢，个人认为哈，德古拉系列的皮肤最好看的是时序使者，然后到星皇，然后再到冰魄，再到天行者的德古拉。因为相对来说，天行者的德古拉特效没有其他几辆车的特效好啊。当然，这也仅仅代表的是我个人的观点哈。那么，德古拉系列的首款皮肤也是将会于7月23号上线，上架的方式是直售的方式啊。上架呢将会有首日五折、首周八折的优惠促销活动，所以说如果你们决定要买皮肤的话，肯定是首日买最划算啊。好的，回到比赛当中，子安天行者呢虽然发布两年了，但是它的容错率呢目前依旧排在 A 车前列啊。即使我目前没有用过 CWW， 也没有用过甩尾和进阶，但仍然保持着领先的位置，这就是天行者的优势啊。它综合极限计时目前肯定是不是最强的，但实战这一块呢它还是很猛的啊。所以说这也是天行者能够成为皮肤之王的重要原因呢、它发布时间已经很长，且性能依旧可以保持不错的地位，发布皮肤呢也有人买，所以呢这是它不断出皮肤的一个原因。好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收看。